看我干啥呀？跟妈妈玩。啊，胖胖，啊，胖胖，啊，大胖胖，啊，这这这这，啊，这这玩会儿还玩的稀呢。妈给你玩，你瞅妈呀，你瞅啥呀？我手都没放着，完他就啊，你说爸爸你在干什么呀？看妈妈，跟妈妈唠嗑，快。这是哪儿？妈妈跟你玩呢。啊叽叽叽叽，啊叽叽叽叽，啊叽叽叽叽叽叽，啊，不想那么玩了，还是想跟你爸唠嗑呀？啊，你说爸爸，你说爸爸，我嘴吧吧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啊爸爸，啊爸爸，啊爸爸爸爸爸爸，妈妈，哎呦我的天哪，妈妈，你咋不喜欢这个？爸爸，你也不喜欢了，爸爸爸爸爸爸爸，啊爸爸爸爸，啊啾啾啾啾啾啾，啊啾，你干啥呢？妈妈，你说妈妈，哎呀妈，小样儿，别玩了，爸爸去做饭了啊。你先做饭吧，蒸南瓜吧。蒸南瓜呀、啊？嗯，蒸南瓜。整个小南瓜。蒸南瓜。整个小南瓜。蒸地瓜。儿子，儿子，你要不要？哎，你看，该挤了，挤了，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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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给爸爸，给爸爸哭一个，爸爸给人看你哭，快哭啊！妈抱了，两声完事儿。妈抱了，儿你哭，你别整了，儿哭一个，让爸爸看看来，哭一个。你哭啊，你哼啊啥的、啊？完犊子，让他哭太憋。妈抱了，妈抱了，能好吗？能好吗？线都拔了，要不好呢？拔咋整的呢？哎。看你线拔早了，这没好呢，熟是熟了，差点劲，你知道吗？你拿筷子再扎一下子，这个是之前我扎了一下子，吓我一跳！哎呀妈呀！哎呀哥，干啥呢？咋电话不接呢？我整地瓜呢，没听着刚才，我刚拿过来。地瓜整那玩意儿早上吃没啥吃的。我退课下楼。干啥下楼？我这整不住，他来了，这玩意儿他妈这挠人了。谁呀？我妈来了。不是你妈就挠人吗？这你快点下楼，晚上怎么回事？有啥好事？我不行，我这我一会儿还得下午还直播呢，我这饭还没吃呢。哎呀，你下午不播，晚上，你晚上播吧，你晚上播，你快下来吧，啥时候播不行？你这都天冷难闻，你快点的。干啥玩意儿？整鸡蛋火四的。凑合再整一百年。哎呦我的妈！凑合。嗯，行行，嗯，行，好的了。这个啥玩意儿？我都想下楼看看。不咋，那神叨。你去吧。把这玩意儿包上，再烤一会儿吧，差点劲儿是吧？捏捏，这是我。哎妈！我怼一下。哎呀！吓我一跳，筷子扔着呢。好烫。熟是那是熟了，那一下到底儿了，一碰到底儿了。那就行了。你知道这个为啥是这样式的不？嗯。这是我烀一半，完了我烤的。哦。我昨天晚上整的那个是直接生的烤的，我寻思今天试试烀一半烤啥样。再烤会儿吧，再烤一会儿也行。你走吧，一会儿我自己整。我现在先下去吧，是吧？嗯，下去。着急忙慌，不知道干啥。嗯呐。整啥玩意儿啊？我就问边角就行。这你这问一道也不说，这什么玩意儿？劈了吧？就抠你，谁抠你了？我没看到人儿。他抠我。啥呀？哎呀，我现在你可算想个大死。那玩意整的还挺神秘。奶奶打电话，咱们奶奶回来见证一下奇迹。我们进屋给他打。哎妈，真冷呀，降温了。你看哪冷？门子也没事。锅还是在这屋的。奶奶，妈搁家呢。妈呢？哎呀！哎呀妈！哎呀，这不是勤劳勇敢的王女士吗？这家伙，你那什么玩意儿呢？过年了，还办晚年，不是？还没过呢，还不好办晚年呢？你看，
说话别老那么呛我呛，咱们都一家人。你这俩一家人还是呢？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大公鸡呀、啊！嗯，妈，搁哪整的？嘿，搁哪整的？要说这公鸡的故事可长了，从头讲起。你大侄儿？哎呀妈！我大侄儿谁的？你大侄儿，你大侄儿给我打电话。啊、嗯。这天不老登记他吃饭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说实在没时间，确实有点事儿忙，我也没问啥事儿。嗯。说那个给抓个鸡，完了咱炖吃得了。谁玩哥抓的啊？老王孩儿，对。哎呦天哪！你看。你不说我大侄儿不好吗？又没吃饭，又长么地了，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不给你拿着了吗？鸡，嗯，哎呀妈，这小鸡儿可真挺好，你看这鸡真不小，嗯，哎呀妈呀，这家小锅儿锃亮，这不是毛锃亮，那锅儿透红，你看大大号像老王家的吗？公鸡啊，大公鸡啊，嗯，大公鸡，哎呦我天，我都像你，咋那个？你家老王家小了，小我天啊！你看用大侄儿整的养这玩意儿，你看这家伙。不是腰围体壮的，油光锃亮的。老王家的小鸡不一般呐，是吧、啊？大了还是挺大的。他给你打电话，你去取他。嗯，不、哎，你大侄该说不说，这回真敞亮，整的呢这是。这整大这大伙儿的，这家又敞亮了。真的该说不说，敞亮敞亮。虚宽脑袋吗？虚啥呀？哎不行。哎呀妈，那离屋里干啥呀？大侄搁家呢，你去打电话去取他。早上打电话求的，都求完半天了。嗯，哎呀妈，求完我就回去接他。哎呦天，那一会儿你看这多好。没吃着饭，省得我这成天让你把我说的无地自容。不是，那我说那意思吃是不吃啊？这啥没吃着饭，我这就都没脸了。我看有地缝都能钻那这回你大侄儿，哎呦我的妈呀！这鸡大侄儿，我一会儿打个电话。干啥呀？给我大侄儿打电话。忙，今天这全天会议，你就别打了。忙，没工夫搭理你了。哎呀，你就吃就得了，都不用招呼。你今天去开会去了？哎呀妈！一让儿子走了，我看那家输个王八分。他赌多钱？不是，这是三七分，不是二八分，三七的。说的，你都是我看不上的，能说话一点儿，多少有点水平都没有。嗯，今天不咋好听。老王也去，老王这做事是巴巴的。那绝对。不管怎么地，你看人会说话，不像你。是吧？事儿哥，事儿行去吧。嗯，我说你拎出去吧。我寻思老王，我这还洗衣服，你没地方去。让你再瞻仰瞻仰。我一会儿打个电话吧。别打，别打，敢说别打电话，你老在打电话干什么玩意儿？我得夸我大侄儿啊，你这玩意儿。人赶上开会，你看你打电话我烦人，晚上打电话再夸，等那吃完晚上。那背后让人埋的够呛，我得跟我。没有，早上我都给他诚挚道歉了，正当院我道半天歉去。我是二哥，哎呀，我是二哥，你多心了不是？我是。都是啊，我说他能请。我这都是玩笑，我闹笑话。你看人家过好几天呢，说没请都不好意思，心给你拿小劲儿。哎呦，是不？行，我这过两天要还把这小牛崽子给我整吃。什么玩意牛？嗯。你能吃多少啊？你看他妈的那小鸡能吃了，牛撒完你能吃了啊？他家小牛多没有个儿高，你别整了，让他长大了。借口还老撒牛啊？不是，我就说这意思。哎，进屋吧，我不能吃，我不能催嘛。看电视。我看看那怎么样，大侄儿家鸡。我好啊，因为我就说你看。牛鸡。吃得劲，吃得劲。你看着吗？你这。哎呀妈，真吃得劲，看吃得劲呢。嗯呐。这毛管锃亮。这得二十斤，这得。多少斤？得二十斤。猪啊。我没有二十斤的，十多斤。那王氏家族鸡大，大。鸡瞅人的眼神怎么有点像瞧不起人儿，你看。你像老王的滋味儿，真的。就像你老赵的滋味儿好了，还，俺老王的滋味儿。怎么了？他跟你哪个说的？别跟我说。这搁这呀？他不一会儿扑了吗？我找地方上，马上上街里，我就让你瞅一眼。上街里一个，啊、吐一下子。啊，收拾了。不能你整了。那怎么？别再出来！这小鸡拿的本身就规格高了，让他啥也得。谁让你操劳不得劲？我可不脆！哎呀，那股死味儿我可闻不了啊！是不是？嗯、老王鸡也有味儿啊？啥鸡那么脆毛的味儿呢？这什么玩意儿？嗯，这什么玩意儿呢？谁拉过来的？我。那你不配点菜啊？你自个搭的菜。那你大侄拿鸡，我还搭菜，我搭点蘑菇。完了就吃小鸡炖蘑菇。啊。大点蘑菇，那你说你吃啥？我一会儿退机前上家里我就买回来呗。那行，那你不能光啃这一样啊。是，是不是？太腻。这排骨啊，那不行。别整个麻烦的，不行。嗯，那你说，要不你就整个现成的，你这咋的？现成好吃点的，酸溜的。嗯呐，那包肉啥的。酸甜儿。包肉啥的。跟粉面包一起是吧？可能肉啥的。锅包肉是吧？哎呀，我就爱吃锅包肉。哎呀妈呀，不行，那玩意儿不能可一顿吃，啥玩意儿？哎呦妈，那吃啥呀？那你这吃点青菜得了。哎呦
饿了，早上没吃饭呢。哎呀妈，这家这都好几天的了。那我就去杀鸡去了。那我看看，我再看看去。哎呀妈，还得打，还得端性端性啊！你别拿去杀个兔毛啊！嗯，我看看。这家，哎呀，我这养的你叼的。哎妈，这老实了，知道可能要没命了。哎妈，你瞅他歪脖瞅啊！你看人我大婶养的鸡，你说谁能养出这鸡？这鸡家驴是漂亮。哎呦我的妈！我寻思撒爪呢。妈，撒爪！我寻思肯德基。你别人家你谁养出来的鸡？你看你这毛管，有啥区别那玩意儿？有啥区别？人养您这鸡，我跟你说，天天早上那嗓门老洪亮了。嗯。别人家养公鸡，我都没听着，就说的、嗯、早上就说打鸣啊、嗯、叫啥的。妈一个大侄家，我搁这都听出来。哎妈呀，他还挺洋的。天天早上起来就像人那个歌唱家出来都得吊嗓子。搁这家去。那啥的。你这鸡有名吗？我给起个名吗、啊？起啥名啊？阿兰德亮吗？那起啥名字都没命啊，还起名字没瞎了是吧？帕瓦洛基这都是。对，帕瓦洛基。看歪歪手。外国名叫帕瓦洛基、哎、看着你老姑了你也高兴啊你说多好那叫他妈姑妈去姑妈去姑就妈白瞎了别白瞎了啊也差不多了要别退了别退咋吃三带毛吃啊那别吃了养不吃啥搁家打板供上啊你老王养的玩意还能活一百年呢生下就是被吃的你看人我侄儿养的玩意你都吃了你都是我夸真的那你先拿外头就在你们还没忙直接就走了啊退呗那是退呗退了我再给你买点别的带回来你退吧家里反正别给你这打电话啊你这是烦人、啊、别给你这打电话你说我得打呀我是哪人家敢说人忙你老给人打什么电话你那你咋我得搭着闲着呢晚上半黑的这五点再弄那完事儿拿完一那玩意儿就蔫不敲的不是人家告诉我了那我都给他快磕个头了都还一个破鸡还得整呢。嗯，啊，那你这里边线了还行。我这一会儿我上班我再给他道个歉。我这心里还挺得劲儿的，你这在背后成天说你这么的不好弄。快点上。要不行你留着吧，要留着吧。你养过要不？你养过冬天还就彪。那你看他得是吃是不吃？那你就退他。哎，我心里要留着给他供上，你知道吗？这就是往外含泪造了。嗯。